那么今晚来看看表演好姐妹，是伫咱幺二金表演场驾驶的咱的苏姐所提着灯，会替着咱幺二金表演场开路的咱所有的苏姐，大家辛苦啊！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师姐，大家辛苦了。我们嵩山慈惠堂的所有师兄师姐，今天都陪着我们的瑶池金母娘娘来绕境我们葫芦岛以及社子地区，祝贺我们所有咱的乡亲，咱的所有信徒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大家辛苦啊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恭迎台北市松山慈惠堂福建幺二大神西王金庙大天尊元驾，完成祈安要紧，莅临葫芦寺，恭迎圣驾，恭迎圣驾。谢谢大家。